听说武汉的车展开始了，今天去逛一下小北逛车展。一进来这边好热闹啊，扫码进去。标志车，那我们整个的车身了解了对吧？韩招说简单啊，不是单纯品牌日系的，就是刚刚介绍的那个车，就那边就介绍的那个车。在侧面创立的时候，预估价格各方面都差不多两个奖，我也是支持奔头企业的，毕竟方向盘是独立化的，再支持32公分。这个车真的那个隔音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嗯，我们用料很扎实，你去你看，其实外面吵死了，外面都是，然后你去那个，现在看到里面好安静。对，去看那个抖音上，其实对我们这个车的就介绍的，当然也有个车黑啊。介绍像我们这种用料，看我们车里面这新车啊，这材上是新车，没有味儿，闻到没？一点味儿都没有。嗯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一点味儿都没有。的确是，一隔音棉都是纯色的，就在一些看不到的地方。哎，它的隔音真的很好，这一打开好吵。这个就是让你说了，这个就是经济实用一点。哎，这个隔音也可以啊，这个是啊，我们这几款车做的都可以，这个隔音都还可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没必要，我觉得没必要买天窗，天窗对于我来说可有可无。它这个空间也蛮大的，全部都是软的。你看，这个已经快赶上 B 级车了，这个同级别内轴距最长的。座椅还挺好。座椅，你看我们这，我们前面前排仪表盘都全是软的。标志的车，武汉产的话，就是所有的那个，就是后期维修啊，什么各方面的呀、啊，应该都是对比较那个合适一些。它最大的就是，如果你买了，你肯定不要换车，就一直要开，因为它太不老实了。它那质保，3年10万公里，10万公里3年，那个标志的408，买下来的话大概是12万，所有的包在那一起是12万。逛一圈以后，我觉得还是我们虎博的品牌，来车子。比较热情啊，进去了以后各种改造宣传，可以了解蛮多，那种卖的蛮好的，蛮俏的车型啊，几个日都不日，而且你拿到钱不一定能拿到车子，各种加价呀，各种之类的蛮多。这都是贵车子呀，买不起了。我是汽车小白啊，发现他这个今天的车展的话，半天完全逛不完，要逛的话要逛一整天，然后逛一下午以后，心里完全没得底呀。不晓得武汉的车子比较合适，大家有没好的意见，可以告诉我一下。价格嘛，当然是越实惠越好嘞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